你若再犯的话，我就要想个极端的法子，让你不能再脑补了。脑补？脑补？程程是你吗？啊？还笑？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。等等，你也发现了？这是什么破规则啊！一亲就要变回去。这么想亲我？我还以为你心里只有儿子呢。不知道镇魂珠有没有上到玉儿，万一我们回不去了怎么办？玉儿看到我们最后的记忆是爸爸妈妈在吵架，他会不会以为是我们不相爱了？胡说，放心吧，我定会带你回去的。只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镇魂珠引起的，记忆时有时无，也没办法保护你。不过好在，我其实……愿乘风归去，来兮，层层相思落满地，卷起珠帘，唯有一袭轻衣。亲过你了好不好？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哄你了。那怎么行？遇到困难就要努力克服。何意？用只手帕挡住，想必就无妨了吧。这红手帕如同红盖头，这盖在你头上岂不是更应景？哎，今日是我娶你，并非你娶我。爱夫爱妃。